我那天酒喝多了，有点失控。我儿子向来节俭，遇到你就乱花钱，请你放过我儿子吧，他配不上你。好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离开他，你就是一无是处，你就是个废人。我就是想要报仇，我一定不能输。老娘现在火大得很，兄弟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